雄来的，台东、桃园、花莲县关雾乡来的，屏东、基隆暖暖，台东、基隆、台南、高雄，花博展区满满外地游客，唯独台中本地人却非常稀少。因为新任市长卢秀燕送台中人一份大礼，明年元旦开始，只要你是台中市民，凭身份证就可以无限次的免费进出所有的花博园区。除此之外，全国十二岁以下的小朋友也都免费。而台中人也是冲着这份大礼，除了花博卡首次入园免费外，再来就等着收到礼物后才打算逛花博。第一次免费啊？对。那之后要花钱就等明年再来就好了。但花博改为免费，将衍生出许多问题，考验未来市长。花博入口将分为市民及非市民通道，可能会有人冒用身份证钻漏洞。身份证已经是中华民国最强的辨识工具了啊！那所以我相信市民朋友们一定会珍惜自己的身份证。市民免费主要的影响在于厂商收入减少，对于市库却没有太大冲击。市库的收入影响不大，那当然可能对于售票厂商的影响会有一点啊。不过呢，我们想办法在这个非台中市级的这部分哈，那尽量啊，希望能够加强行销。花博卡吗？我最会服哦。凭身份证免费后，花博卡该何去何从？现在已经这个采购下去300万张，那未来要怎么使用呢？那我等我上任以后，我们再来了解。新市长还没上任就先送市民大礼，只是许多的配套措施得赶在元旦拆礼物前研议出来。记者张道友、萧慧文、连元彬、张志凯，台中报道。